告诉你大根儿，如果你敢抛弃老婆孩子，我先把你小子清出新远方，让你一分钱都拿不到，你知道吗？不是哥，那我不拿，我不敢。你没听着？别觉得自己赚钱了，就老子天下第一了。我在这说句话，哥几个我记住了啊，珍惜自己身边的女人，珍惜跟你从苦里一块爬出来的女人。要是没了她，有再多的钱，在别人眼里也就是个垃圾，是个废物。只要收购史密斯，你投赞成票，我保证没人给你要业绩。对不起，我还不习惯利益交换。这次我加了杠杆，如果资本运作失败，就会输得一无所有，百年的流失也会彻底的消失。刘涛，你这是疯了！因为成功触手可及，你懂吗？我有一个建议，去找刘云天，我陪你去。这个时候，你必须相信自己的兄弟。增发暂停。新远方市值完全可以翻番，您这样一来，就算再多的翻有什么用？到头来可能会跌得更惨。我跟您老汇报一下，我想把增发彻底停掉。谁也别催我，谁也别限制我，我就慢慢培育。不是你拼了这么久，不就是为了融入资产吗？啊，教授，那您小瞧我了。我拼了这么久，就是为了新远方能走得更远。你看看，哎呀，你别说啊，这小子，我真没看错他。脸色不好啊，熬夜了吧？男人熬夜吧还好，女人如果熬夜的话会伤气血，所以也不要熬夜。刚听你说要找大数据专家呀，我就是啊。哎呦，这不请不动您吗？你抢不过我们，我们有得天独厚的网络平台，你有吗？云天物流做的没我们专业，扎到线香一级也没我们多。那咱们怎么抢？我看你那么兴奋，我相信它肯定是好东西。你是怎么想的？你是又在给我压力是不是？我还要继续追加投资，反正你不能辜负我。这天底下最坏的人就是你了，你就是个坏人，逼死我算了。哎，我听说农村市场投入的不太顺利啊，你哭一个吧，释放一下，干嘛呢啊？哭一个，我这能消化。罗雄杰要云天收购海外资产，而且他这次来没有住酒店，住的是三个月的承包公寓。十个月前就在云天要收购史密斯的时候，新远方的股票被大量资金深度买入。罗雄杰早就布好了局，他的胃口可不只是云天。你争有我，我争有你，就看谁先打着第一枪了。现在就是大展前的瓶颈。